要相信，苏志芬一定会在我们立法院替我们女性打下一片天，让我们的女领人，让我们的女性觉得说，苏志芬真的很勇敢，别人做不到的事情，苏志芬都做得到。让我们每一张票都投出来，让每一张票都是代表未来的希望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